嗨，大家好。这是我的飞刀 D11。有小孩子了，你们知道缺乏了一个可以载孩子的东西。无意间，我的老公在网上发现了这个东西。这个是Tern T-E-R-N Tern 的。Tern 的这个叫什么？超 secret 是吗？超 secret 我的英文差。Tern 的牌子的东西，好像为他量身定做的。有小许的地方需要改装一下。喂，不要按。够了。弄没？哦，快有了。快了。这螺丝的位置需要改良一下。找了这个最重要的底部，我们也发现了 Decathlon 的这个是什么？E-Loop 的这个。你看呐 ，Between。Between 的这个 Z，大约200多块。它是用这个 lock 啊，要开的话是这样。而且它的 bonus point 呢是这个 lock， 女生都能安装。听到我声音吗？听到。旋转式开关，无需。哪个？旋转式开关，无需螺丝，无需。任何器材。再安装回去。那么简单，我自己会安。那后颈吗？推前器就可以了。可以称得到 kg 啊，25啊。承担大约25kg 的重量。大哥做的轮到二哥。来，宝贝啊，我们上车。一二三，开脚。行，坐啊。OK 啊。来一头。哎呀。开的话是。这样的，开的话，按两边，再按这个，再锁回去。它开这边是开不到的，是要配合中间这个一起开的。你看，开中间这个，安全。OK。这个呢，这个 brake 灯也是 Decathlon 的。哪个手？三。这个东西啊，要踩的话是这样踩吧，是这样拉出去，它踩的。你骑一圈吗？哥，去骑一圈呢。再骑去马路可以的，来，哥。你踩就踩着。来装回去。拉上。OK。哥，你要骑一圈吗？走。爸爸养。爸爸吊车。拜拜。拜拜。爸爸。